夏静雯，凭什么你现在还可以跟那么多小鲜肉一起演戏？干嘛？知道你因为给我装年轻，他碰你还会有那种觉得不该有的夫妻生活吗？你们还有？我现在就是直接开抽屉拿我需要的东西，然后就。老公哪一种时刻会让你立刻想要把他扑倒？他下面给你吃的时候。怎么听？哎，你这脑袋很 dirty 耶 ！Excuse me， 你三个孩子妈怎么你念出来的？